我是纠察小陈，今天是我做纠察的第15天。哎，这周过完我就准备退伍了，想多拍几张照片。老同志，我是学画画的，要不我给你画一张吧。哎，还是太麻烦了，又要准备笔，又要准备纸，还要画板，还是算了吧。那这些不是小问题吗？你看，这不是样样俱全了吗？哟，那你妈出来的。那画一幅吧。那就画一幅吧。开始。哎呀，我这颜值。笑。我去。爸爸，是不是谁都可以照？我这肤白貌美，大长腿。啊！吹的啥子吧？是。棒棒。我这还有一个，来。班长，我在给老同志画画呢。不错，但同时要注意着装要求，着出去服不得与体能服上衣会穿。是。